天下，开启全新一天。观众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《朝闻天下》。今天是2022年10月4号，星期二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。来看详细报道。我们先来关注国庆假期，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，先来看出行方面的消息。您正在收看的是《朝闻天下》。日前，中粮福利门举办。